又或民众的反映，在我们淡水区的某个社区有从事不法行事，那我们接获举报以后，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积极访查收证。那么在昨天15号傍晚15时的时候，持搜索票在淡水新市镇的某个社区查获廖姓男子种植大麻，那现场查获活株有120株，那另外有种植的设备一批。那我们突破廖姓男子的新房以后，他坦承在八里地区啊，上有一处种植大麻的场所。那我们会同芦洲分局共同在20时的左右，在八里的某个社区查获大麻，活体是347株，以及种植的设备一批，扫除毒品对民众的危害。全案我们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法移送侦办。